佛教徒中流行着一句话说，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为什么深入经藏就能够智慧如海呢？佛经那么多又那么深，有多少人能够深入经藏呢？如果没有办法深入经藏，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希望智慧如海了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我们先解释经藏是什么意思。是啊，佛所说的全部的经，那佛经呢，是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的弟子们呢说的，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时间说出了一步一步的经典。这当时也不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啊，在不同的场合说出来以后啊，说出的主题不一样，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啊，就变成了后来叫做一步一步的经典。那么在现在的所见到的佛经，我们中国人呢所熟悉的呀大概只有十几部经常用的。可是呢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啊，说的经典有的短的有的长的，短的只有几句话几十个字，那么长的呢长到啊有几百万字。现在呢有大乘经呢有小乘经，各色各样的情况下所讲的不同的法门，但是呢原则完全相同。因此呢读经，一个是读读，一个是精读，那这都叫做深入经藏。读读呢就是啊把所有的经典都能够看都能读，那把大小乘经典全部读完了，这不简单。其实所谓深入经藏，应该呢讲说深入三藏，就是经律论。经呢是啊佛说的律啊，是啊佛说的论呢是啊菩萨们造的，根据佛的经典呢解释和组织，以及呢分析，重新把它组织起来，有系统的来介绍佛法，那是论。所以经律论三藏全部能够通啊，那只是个大智慧的人。那因此呢在古代又叫三藏法师，这是有大智慧的人了。如果说是仅仅懂得几部经或者是几部论，那把这几部经几部论，一个是精读，一个是熟读。所以精读啊就要把经典里边的每一句啊都弄得清清楚楚，熟读呢是把这部经呢背得滚瓜烂熟，是倒背如流，叫做熟读。这个都能够使我们呢增长智慧的。所以精读啊就是把一部经这某一部经或者是某几部经非常熟悉，那对整个的佛法也就啊能够贯通。所谓一门通门门通，只要一部经啊里边的经义弄得很清楚的话，他一定需要参考很多的经很多的论啊很多的律。这是一个是呢主要的是啊精读的一部经，然后呢其他的都是参考的，就是以这一部经为中心呢而把其他的经典拿得来作为啊背景解释理解的资料，那这样子来呢
就是说虽然只读一部经啊，虽然只经一部经，其实把整体的佛法也非常的熟悉了。比如说大般若经，那很少人看了，还有大的就是华严经，就是有人呢、啊、一步一步的一片一片的读，甚至于有人抄，一片一片的抄的。那么另外呢，法华经也有人读啊，也有人诵啊，也有人抄，也有人讲。然后呢，金刚经啊，弥陀经啊，药师经啊，地藏经，这些经典如果能够熟悉也很好。另外中国最重要的有几部经，像圆觉经和啊论严经，能够很熟的话，也能够把整个的佛法完全呢通了。所以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意思，并不一定啊要把经典全部啊背熟，或者是全部啊要看完。如果能够全部看完也很好。像我啊曾经法院呢闭关，那就看了很多的经典，很多的论点，很多的律点，但是也没有全部经。但是呢，其中有一部分呢，我多花了一点时间，可以说我比较熟悉了。因此呢，我现在讲佛法的时候啊，都能够左右逢源。为什么呢？你讲这一部分，哎，好像那一部分也通，讲这那一部分，这一部分也相通，这就是就说智慧了。这种智慧，一个是呢，就是啊，会通来看呢、啊，自己产生自己的就智慧了。有的呢，自己是智慧是不够，没有关系，借佛经里边的意思啊，作为自己的智慧。如果自己不能够看那么多的经，那去看一部两部的经呢、啊？您得把这一部两部的经的道理呀、啊，能够理解了，你也会增长智慧。所以是呢，多有多的智慧，少有少的智慧，就看看我们呢是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呀、啊、功夫啊去做就好。这凡是看经、读经，一定有智慧。阿弥陀佛。